近日，同饮一江水，蓝莓水资源合作中外媒体联合采访团深入位于云南省普洱市的华能诺扎杜水电站，详细了解了澜沧江中下游河段梯级开发利用状况，感受绿色水电的独特魅力。 据介绍，华能诺扎杜电站是澜沧江中下游河段梯级规划两库八级的第五级电站，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二五”规划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点，是云南省境内规模、单向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华能集团最大的电站。电站装机容量五百八十五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 二百三十九点一二亿千瓦时，与燃煤发电相比，相当于每年节约九百五十六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一千八百七十七万吨。大坝的建设也创造了多项记录，五项世界第一呢，主要是咱们的数字大坝技术，咱们一洪道的一个呃泄洪功率、呃、流速以及呃泄洪的这个呃流量。 呃，四项数据以及咱们的数字大坝技术五项啊、呃，变成为那个咱们的世界第一。咱们的大坝在建设过程中呢，就呃采用了一个数字大坝技术，它是全方位、全时段的监控咱们这个新墙堆石坝的建设过程，呃，使这个呃建设能够有序、不断的推进。 诺扎杜水电站从二零零四年开始筹建之时，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统筹水电开发与移民群众、生态环境、地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呃，第一台机组发电呢，是从这个二零一二年的九月六号开始，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电站已经成功的安全稳定运行十年的时间了。呃，目前为止呢，我们总的发电量接近两千一百亿度电。 嗯，通过我们的发电，作为企业来讲，不仅是履行了央企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极大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诺扎杜一词在拉祜族的语言中指英雄过江的地方。该电站所在地澜沧县也是中国唯一的单一拉祜族自治县。诺扎杜水电站也在充分履行建设一座电站，带动一番经济，保护一片环境。 造福一方百姓，共建一方和谐的社会责任理念。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累计投入十三点五个亿，助力澜沧县精准脱贫，成功实现了我们的精准脱贫的目标。目前呢，我们正在按照国家的要求，开展这个乡村振兴的工作，嗯、呃，确保这个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能够再上新的台阶。 目前，华能澜沧江公司对澜沧江流域电站实行远程集控统一运营，充分发挥梯级水电站集控运行和水库联合调度优势，使梯级电站库汛,汛期电量比例大幅改善，每年可减少全网汽水电量两百亿千瓦时以上，大幅改善了云南以及南方区域电力结构。除此之外，联合调度使下游河段。 枯期流量大幅提升，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实现全年通航，促进了下游各国航运和贸易发展。